你在生孩子，快点啊，我要上厕所。上厕所啊。顾元振，谁让你把我靴子扔垃圾桶的？那是你的吗？咱俩住一屋，不是你的当然是我的了。你这么矮的个儿，能长出那么大只的脚？用不着你管，乱动别人东西还扔进垃圾桶，有没有礼貌啊你？我看着像垃圾，我不就扔进垃圾桶了？还有什么凭什么？你花痴。凌晨，你俩这是咋了？他俩是不是又打架了？不知道，八成是。